好，我是陆佳。现在我讲话比较小声，因为马吉在房间睡觉。那马吉现在呢，已经满两个月了。因为马吉出生的第一二个月非常非常忙的关系，我其实没拍什么影片。然后最近呢，我们一家生活开始变得比较稳定一点了。那我觉得说，这段就是有点辛苦的日子，还是记录起来比较好，给未来的我们自己看。所以我就想出来拍一下照顾满两个月的马吉是怎么样的一天。现在的时间呢是晚上12点，马吉下一次喝奶的时间差不多是晚上12点半，所以其实再一下下而已。不知道大家透过影片看不看得出来，我整个人其实有一点点疲惫，真的是从我们出月中到现在都没有睡饱过，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很怀念这段睡不饱的日子。这支影片呢，希望可以给怀孕的妈妈们做个预习，就这个就是之后大家的生活。我育儿前辈的话呢，也希望这支影片可以让大家回忆一下那段睡不饱的日子。现在差不多早上7点多，这一位好有精神哦，猫猫猫猫猫。我之前看别人说小朋友喜欢被摸脸的周围还有脖子这里，所以我觉得这样跟他玩，他有时候就会心情好的时候就会很开心的笑，但是现在好像看到镜头吗，就有点害羞。黑色的你觉得很神奇对不对呀，猫猫猫猫猫，啊，好开心啊，宝贝啊，我们现在去跟爸爸说拜拜，爸爸要出门了耶。你怎么笑得这么开心？你想要爸爸出门吗？该不会是这样吧？你要跟爸爸说拜拜吗？拜，爸爸拜拜，拜拜。那你跟妈妈去睡一下觉好不好？因为妈妈还好累哦。我们走吧。大家，那现在呢，我已经小睡醒了。其实生小孩之后很难有长时间的睡眠，至少在现在这段新生儿的时间呢，所以如果是我自己带马吉的话呢，几乎就是这样子一小段一小段一小段的睡眠。趁他现在睡觉，我也来简单洗漱一下，差不多又要30分钟之后又要喝奶了，反正就是整个时间非常紧迫的。其实在我自己生小孩之前，我一直以为在家是可以优雅顾婴儿的，结果生完之后才发现真的完全没有办法，超级
忙，到底怎么会这么忙？就生小孩之前真的没办法想象，而且是忙到我觉得甚至没办法好好吃饭，就是吃饭真的像打仗一样。那因为时间真的都被压缩得非常紧，像早上保养的时候，我就很常用这个萨波蒂诺的早安面膜来保养。这个面膜的特色呢，就是它非常的省时间，只要敷这个面膜敷一分钟，就可以完成洗脸、保养跟保湿打底。真的是懒人、上班族，还有像我这种就是非常忙碌、晕等的福音，真的非常的方便。其实这一款面膜已经红很久了，那我以前也有试用过，那个时候呢还是旧包装，那现在的包装 logo 有改变。可是我真的开始比较频繁使用呢，就是从生小孩之后，因为真的太忙了，时间太零碎，而且因为晚上要起床喂奶的关系呢，就其实整个脑袋都是迷迷糊糊的。但是这一款面膜有添加薄荷醇，所以它敷上去的时候非常的冰凉，就很有醒脑的效果，每次敷的都就有被面膜叫醒的感觉。那现在这款早安面膜呢，它有针对配方做升级，有添加水分渗透的密封效果，可以提高保湿度。那它这个还蛮方便的，这样打开之后直接抽取就可以敷了，一分钟真的是有够方便的。而且因为我育儿的关系，其实真的很少出门，那有出门也是在家里附近，就是带着马吉散步晃一晃这样，就也很少会化全妆。但是我没化妆的话呢，有时候我保养就会小偷懒一下，所以用这个就还蛮方便的。那我现在敷完一分钟了，敷完之后呢，大家可以把面膜这样子对折，然后直接擦拭脸部，就可以代替洗脸的步骤。一整个早上呢，这样就是一个很舒服的保养步骤，就这样子就完成了。而且其实我刚才敷之前啊，我的鼻翼呢这里是有点脱皮的，但是敷完之后大家可以看这个水润度是很好的，而且它是不用洗脸就可以直接敷的，我觉得真的超方便，推荐给大家。那刚才我也听到了消毒锅消毒完的声音，每次消毒完呢，我都会先把奶嘴组装起来，让泡奶的时候可以更快一点。小狮王这个消毒锅我觉得真的超好用，真的很推荐大家。一天差不多喂奶喂6到8次，就是看他饿的时间。那我自己觉得蛮后悔，就是因为我现在奶瓶只有4个，因为这样频繁的消毒洗奶瓶其实真的蛮花时间的，所以我就想说想要多买几个奶瓶，把它凑到6到8个，可以全部一起消毒，就不用像这样子消毒的时间这么频繁。因为今天文当是上班嘛，所以就是我看马吉，然后看到晚上文当回来，如果文当是在家上班的话呢，他其实就会担当晚上，然后白天他也会看比较多，就让我好好休息。其实我觉得我跟文当在这一块分工也算是还蛮确实的，就我觉得文当真的是神队友，让我轻松蛮多的。好，那现在趁马吉还在睡觉的时候，我就会来处理一下我的工作。基本上就是他睡觉的时候，我就会赶快把我能做的事情做一做。其实我本来很犹豫说就是要不要化妆，因为就毕竟是拍影片嘛，可是又觉得这支影片是很真实呈现我平常一天的样子，所以想一想就觉得那还是不要化妆好了，因为我平常的话就真的都是像这样。大家听得到马吉在后面发出的那个声音吗？他现在已经算是比较轻微了，就一刚开始回家的时候真的是每天都，可是他没醒哦。那我就会上网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，然后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叫做春轮，就刚出生的新生儿他会一直发出这个声音，所以一开始回来的时候我跟文当晚上很常被他那个声音吓醒。工作到一半开始闹了，应该是肚子饿了，妈妈去泡奶给你喝，你等一下下，等妈妈一下好不好啊？等一下哦。我要好好长大，对不对？好好喝奶奶。我们某某喝完了，对不对啊？お疲れ様でした。接下来我们来拍嗝呢。在睡觉。你每次都喝到睡着，受不了哎！你怎么那么爱睡觉？好，大家，那喂完马吉喝奶之后呢，通常就是我的午餐时间。那因为我还要工作的关系，也很难出去买东西，所以呢，我就上网查，然后就发现有那种宅配便当。因为我也很怕我自己营养摄取不良，然后他们宅配便当呢，都是有想过营养的，卡路里又不会太高。因为我平常本来就午餐不会吃太多，他们的便当的量我觉得还蛮刚好的，所以我就是有这样订。而且它其实一个蛮便宜的，才日币600多而已吧。那这是我今天的便当，是紫苏饭。还有沙拉、豆腐、四季豆跟萝卜丝、香菇，还有鱼。其实他醒着的时候，我都尽量想陪他玩，刺激他的感官。但是因为妈妈现在要吃饭，等妈妈吃完饭就来陪你玩，好不好？我有加入这个巧连智的，我都会边看这个影片边陪马吉玩。我
想要妈妈帮你拍嗝是不是？被妈妈抱着你满意了吗？好舒服哦，对不对？你放下来是不是又要哭哭了？宝贝，你的噩梦要来了，因为我们麻吉超讨厌练抬头。妈妈要把你翻过来了，你要加油好不好，宝贝？加油加油加油，麻吉加油！哎，加加加加加，哎，加加加加，哎，加加加，加油加油！哇，好棒哦，抬起来了，你好棒哦！每天这样练习，加油加油，不要放弃，加油，你可以的，宝贝，就是用这后面的肌肉，你好棒哦，你好厉害哟！我们再加油，再练了一分钟，好不好？马修美，你休假？哎呀，疲れたね。頑張ったじゃん。好厉害哟、这样哦。Strawberry, strawberry, holly chicken。妈妈讲奶，妈妈讲奶，妈妈讲奶。そっちを見ましょうね。某某，你不要再看镜头了，你怎么这么喜欢镜头呢？好。你是不是想要喝奶奶了？我们又到了一天好多次的奶奶时光，对不对？好好喝。嗨，大家，刚才有个包裹送到，就是我们买的婴儿用的纯水。我买了一箱，里面有24瓶这种婴儿用的纯水。它这个水呢，全部都是已经加热消毒过的，不只是泡奶粉，就小朋友要喝的话，也用这个水可以直接打开喝。这消耗超快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买了第3、4箱了吧，然后我就会把它这样子收纳在这里。工作赚的钱全部都花在马吉身上了，然后还要整理一下垃圾，今天去丢个回收好了。小帅哥呀，好兴奋的他，好高兴哟、哦！有没有乖乖吵？没有吵妈妈吧？你有没有乖乖啊？呀呀呀，好可爱呀！哎呀，笑眯眯的耶！好，大家，那刚才工作我已经做到告一个段落，接下来就要大概整理一下家里，收掉垃圾，因为我等一下会倒垃圾。跟大家说，这个无印良品的米芝麻瓦利有玻璃系统，超级爆炸好用，真的超好用。我是我朋友介绍跟我说，然后我就去买买看，就哇靠，超级无敌好用。我有在那个 Instagram Reels 介绍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一下我在无印良品买的小物。猫猫，你起床了。你是不是不想要让妈妈打扫啊？所以就起床，觉得打扫是爸爸要做的，妈妈才不要打扫，妈妈要陪我，对不对呀、其实好想要念绘本给他听，可是他也听不懂。但是有一些很简单的绘本，其实基本上就是看图的。有时候我就会念给他听，一起跟他玩。他差不多在半小时就要喝奶了，然后喝完之后睡一下，文章就要回来了。然后我的工作还没做完，我要不要去做工作呢？我的心答应给了喜び，あとへ胸の傷がいいなんでも。啊啊，アンパンマン優しい君はいけ、みんなの夢守るため。跟大家讲个噩耗，就是文当今天要加班，所以今天是我一个人帮马吉洗澡。摸摸洗澡澡，摸摸洗澡洗澡澡，好舒服，对不对呀，宝贝呀？小客人，今天这个力道怎么样呢？洗完澡好舒服啊，摸摸。妈妈腰好痛，擦擦擦，努力。妈妈帮你擦乳液，你怎么一直在看镜头，宝贝？你好可爱。妈妈帮你梳个帅气的头，好不好？我以前都是顺着梳，然后文当说顺着梳的话就会变得看起来很呆，所以叫我要这样子给他乱梳一通，看起来就是有那种像卷发的感觉。好好好好，好乖好乖。我们冷静好不好？
好，奶奶你哭，妈妈就会做给你啊，对不对？ただいま。おかえり。マチ。マチ是爸爸耶。我们文当回家了，那接下来就交给文当了。啊哦，不要学马吉啊。我们差不多要睡觉了，晚安，猫猫。晚安 ，baby。那刚才马吉交给文当，然后我把一些剩下的工作刚才也都做一做了。现在就差不多准备要休息，今天晚上是文当担当，所以我今天就是放心的好好的睡觉，但是其实呢还是不能松懈，都要洗战斗澡，就真的到这个时间的时候已经快累死了一整天。那今天早上我用早安面膜嘛，那他们这一家呢也有出晚安面膜，我也会用他们的晚安面膜来保养。晚安面膜也是一样，只需要敷一分钟就可以完成所有保养步骤。我自己还蛮喜欢这款晚安面膜的，还有洋甘菊和柑橘的香气，可以疗愈我一整天就因为马吉超级疲惫的身心。我早上用的早安面膜跟晚上用的晚安面膜呢，他们都是升级版的，有添加水分渗透密封配方提高保湿度，他们也有添加 22AG 的成分达到油水平衡，它这都是抽取式的，我觉得很方便，一次就这样抽一片。我很喜欢晚安面膜敷起来的那个香气，这两款面膜真的红很久了，在日本的药妆店呢其实都可以买到，它价钱呢我也觉得很好出手。那这样子一包呢是30片，所以一包就可以用一个月。我个人觉得晚安面膜的保湿效果呢是比早安面膜还要更高的，毕竟要有足够的水分才能撑过一个晚上嘛。其实不管是妈妈还是学生还是上班族，真的很容易因为生活很累就是放弃保养，但女生呢真的要爱自己，这种懒人护肤呢就很适合想要偷懒又想维持肌肤状况的观众们，推推。大家看得到这个亮度吗？晚上敷面膜真的是太疗愈了，很推荐给懒人或者是像我一样一整天只挤出一点时间的朋友们。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干肌，然后日本的气候又比较干的关系，我自己呢还是会在最后涂个霜类，更加强把保湿完全锁在肌肤里面。不知道大家看这个影片怎么样，现在马吉是2个月大嘛，然后再等它更大，我也想说可以再拍这样子一整天的记录，来让以后的我回味这一段很神奇的时光，因为不知道会有第二个嘛。那现在对我跟文章来说，每一天就虽然都在做一样的事情，可是将来的我们一定也会很想念这段时光。那接下来也请大家继续陪伴我跟文章还有马吉的成长，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，大家见，拜拜。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、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